梁大人，你是面冷心热，为人仗义，义薄云天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带路吧。多谢大人。老爷交代了，任何人不能从角门出府，必须严加看管。是。小明一定要盯紧了，任何人不能出。是。那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说你偷偷摸摸在干嘛呢？老太太要将我发卖掉，三日后便要送走，我必须得离开这儿。原来如此，那我就不打扰了。梁大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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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眼下靠我自己肯定是出不去了，能不能带我出府啊？就算我求大人，事情是你自己弄出来的，你这不是求人得人吗？你求我做什么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前日摔倒，你是故意的吧？我不说是因为情愿被你勾魂摄魄，我说什么他都不会信。但别以为没人知道你那些小九九，你冒险出府约秦轩听戏，摆明就是想求秦轩一个态度。谁知被我搅了，秋府周间你索性将计就计，故意摔倒，逼得秦轩当众立誓，是也不是？是。果然好手段。不过那时你就应该料到有惊。当然当然当然，可是我也没有别的办法，以我的出身，英国公府横竖不会与我提亲，前段日子秦轩又迟迟没有态度，家中各房又趁着我嫡母不在咄咄逼人，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主动出击。那秦轩当街起事，秦家父母固然会生气，但是他们也会知道我在秦轩心中的地位。只要秦轩认定我，这时间撑得越久，我就越有胜算。梁大人，你我之间过去肯定有很多过节，但是你跟秦轩情同手足啊，你就看在他的面子上，就别计较那些，就救我一次吧。大人你宽宏大量，就别因为过去的种种与小女子计较了。我知道梁大人你是面冷心热，为人仗义，义薄云天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带路吧。多谢大人。有利可图就巧舌如簧，我更不让你这种人跟秦轩在一起。